贞子，你在吗？过来一下，有事情要问你。Hello， 在吗？该不会是出门了吧？哎，原来你在啊，快过来。哎，贞子，你知道母亲节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准备什么？交往？谁要交往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会问你知不知道母亲节，是因为啊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，我想要帮我妈庆祝，所以我才想要找你帮忙。为什么你摆出了一个原来只是这样子哦的表情啊？好啦，总而言之，你愿不愿意帮忙嘛？拜托，拜托，这个计划没有你就执行不了了，拜托嘛。哦，你真的帮我吗？太感谢你了。那事不宜迟，我来跟你讲我的计划吧。这韩剧怎么这么感人啊？怎么停电了？很好，一切都跟预期一样，就交给你和你的姐妹了。母亲节快乐！所以说，你们是谁？哇！谢谢你们，你们是专程祝我母亲节快乐的吗？我好感动，来，你们来，我做宵夜给你们吃。我也想要吃宵夜。大家好，我是蛋哥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哦。然后蛋哥更新影片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三和礼拜六的晚上7:30，记得不要错过哦。好甜哦，啊，吃得我好爽哦。可惜你吃不到。我现在就要。上呀，快点快点！爽。